一句话说出你选上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每天认真做，用心拼，把立法委员的职务给做好。查弊案，人民有知的权利，所以我们希望把台湾能够重新解密，调中央兑现承诺，推动捷运线延伸至彰化，恢复中华民国客港。陪女儿出去玩，她的童年我亏欠太多了。被当来收哦哦草草，只盖查前册，把民进党所有贪污腐败的弊案都挖出来。打诈骗，创造武装大营的新愿景，立即执行死刑，并且诈骗重判重罚。接化弊案，金鼎撤照，争取建设屏北地区自来水的预算。